悟空，怎么了？刚刚我去了火焰山，想跟铁扇公主借铁扇，可是呢？怎么了？可是呢，他不借我，还把我扇走。好吧，那我们只好继续取经。走吧，我们四个一起打败他吧。走吧。诶，怎么你在这呢，铁扇公主？哦，因为这是我的家。铁扇公主，现在我找到这三个人了，你愿不愿意借我你的铁扇呢？找到三个人来做么？有用吗？有，威胁，比较有风一点。有风呗，看起来比你还弱。快点，接不接？我不接。你表演个才艺给我看一下先，然后我就叫我老婆接你。悟空上。来，我表演了，来，接不接啊？老婆，我们就跟着他去火焰山看一下咯。可是他刚刚当着我的红孩儿铁菩萨，你觉得我要借吗？看他们这么可怜，我就偷偷快点去到火焰山那边，我就会上去。快点，借不借？好，那就好。来，前面带路去火焰山。Go， 走吧。来，说好了，借我铁扇。不借！我的妈！妈！我的妈！铁扇公主最后不打算把铁扇芭蕉扇借出去，师徒四人没有办法，只好孤孤单单的四个人走着走着走到火焰山上，打算冒死冲过火焰。最后十秒，好，我们继续我们的路程。我们还是不去了，回吧。说不上爱，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。OK， 谢谢我们这一组的。